拉萨，早晨，我们准备出去玩啦。上车，把流氓棒上去，那个门边边上都是土，今天洗个车。我们出发了啊，愉快的一天即将开始。先去喝个奶茶，吃碗面，然后去布达拉宫。妈妈，你到哪来了？这里是哪？对，好不好玩这里啊？嗯，哦，早上是你在那哭了一鼻子，我说谁家的小朋友，我靠，洗澡那摁到那洗澡挺哭的呢。哎，我在那头都听见了，你好，还可以。刘梦已经适应了拉萨的这个海拔，已经活蹦乱跳了。走啦，去古城里面喝奶茶啦。这就是拉萨的古城嘛，啊，这里面车开不进去，只能步行。我们把车停在外面了，这就是拉萨的古城。哎，这个红墙，我昨天还看到有人在这拍照片。看看这建筑，这里面的路还有点绕哎。我们正在用导航去那个餐厅叫啥？看我们的实景导航。实景导航，那个餐厅叫什么来着？老光明穷田。啊，老光明。嘿，流氓们。哎，这个油饼店。这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甜茶馆，我们要进去吃个。早茶，早饭，早饭，走进去看看，人特别多，这里面人山人海，真的，哦，就把钱放到桌子上是吧？放到桌子上，他倒一个，然后倒一个，他们拿走一个，就这样，你自己喝的话。一杯是多少钱？一杯一块。一杯一块。啊。哦。那吃面嘞？吃面可能六块吧。吃面也是。到那边去点吧。这是把钱放在桌子上，一杯一块。哦。人家过来倒完了以后，自己拿钱。啊，就是。看一下这个价格表。那我就要三磅，然后三个牛肉，藏牛肉面。三个面十八。对，三磅。31。哦。69、65，拿这个去领就行了是吧？69，拿着这牌子直进右面红门，他凭着这票给你。好好好。他这里不支持微信付账，只能现金，然后给你这样的筹码，然后去后堂领餐。啊，藏牛肉面，藏牛肉面。他这个面和奶茶还不是在一个窗口领，奶茶要到这来领。这一壶13块，我去拿个饭。我们喝的奶茶，吃的炸土豆，小朋友也可以吃。他们刘先生面怎么样？来打个招呼。非常棒。去爸爸的。哎，续杯了，续杯了。这一壶茶给我们喝。好久啊，给刘萌萌点了一个盖饭。我也吃个土豆吧。来，我们一起喝个茶吧。来，干杯。好喝吗？好喝吗？好不好吃？奶茶很好喝，强烈推荐这家店啊！东西又便宜又好吃，然后当地人比较多。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当地人的吃的是什么，可以来这家店。